啊，再来看吼，即、這个媒体媒是毋是爱女字旁？我拢故意歪解啦，因为因即马咱即个中华民国所有的即个中华民国的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媒体啊，中国媒体啦，啊，伊敢是要制造一款有诶无诶乌色诶物件，生灵涂炭对无？我感觉即个应该来怪即个煤矿诶煤对无？啊，无咱食即个影片吼、喔，迄台生你甲我饲即、這个，即个饲落去，还有一个影片，搞出来。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姐姐南非嘛。Somewhere far between four walls, 来解释一下，伊即个简单的英文啊，意思是讲吼，因咧做，因咧南非大家拢咧，即卖咧拍迄个什么足球赛对不？哎，因咧足球吼，因为因咧主管吼是白人，哎，因咧足球拢做白色的，你敢看？是咪拢做白色的？迄阵咱知影南非内边，南非嘛主要是黑人较多嘛，啊，落迄阵即卖白人。即嘛拥有因诶，即个迄阵殖民地嘛，啊，拢看迄个黑人无看不起他们嘛。好，啊，伊看迄个咧讲骹球，伊几看咧，即黑人看，哦，你是歧视我，拢做白色的吼，啊，就甲即个老板甲按落倒啦，吼，啊，即老板就坐啊椅椅啊，就开始咧想吼，啊，伊同我讲，哦，你看袂起吼，啊，我恁找一个黑人的迄个头家来。啊！即、這个黑人头家讲哦，原来你要爱黑色的骹球，好，我来做黑色的骹球给你。嘿，奇怪，咧裁判一看，啊，搁迄个黑人，哎、欸，你啥啦？你搁看我袂起哦？啊，要甲即个黑人，即、這个老板把按了倒，我赶出去。啊，结果即个黑人甲白人吼，啊，就两个人在那咧想讲，哎、欸，有啥物方法吼？啊，大家会使和平相处吼？吼、哦，啊！你尊重我，尊重你。结果因就想讲，咱即摆骹球是安怎？是毋是乌乌乌个白？咱即你即摆足球是毋是黑色跟白色相间？还是要甲大家讲啥？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故事要讲，不讲两层啦，吼、哦。南非嘛，吼、哦，三不要法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简单几分钟尔，安尼好啊。大家会使甲我讲你的心得呗？台生那个好了，这样好了，讲完了。因为哈，因白人啊，自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，要他妈澳诶非洲要一挂殖民地，啊，但是伊敢有顾虑人个黑人，伊嘛有人权呢，啊，伊嘛要生存呢，啊，你有敢尊重无？后来迄、那个啊，南非还阁算袂歹嘛吼，好，大家参详。结果因要接受讲因个迄个黑人个地位。所以正下要讲起来，就讲到迄个美国的迄个南北战争呐，吼，迄个解放黑奴，哦，这是很非常非常伟大的政见呢，而且他实行了，啊，因祖先因南北联邦嘛，因是联邦政府，讲我不爱，我要驯养黑奴，南方啦，北方讲袂使，啊，咧修正，啊，你这种想法是真伟大的。人甲人之间是平等的，唔是讲你色彩、你的皮肤是虾米色，就决定你这世人。哦，那我讲，我就变成永远的奴隶，对不？啊，这吼讲的是讲，咱人甲人之间是平等的。佮第二层是管理，你对无甲你无同款想法的人，你要安怎甲他管理？甲对方说服对方，哈，会接受，还是讲对方有好的物件，啊，甲你甲采用？吼、哦，你要踮一个所在，要爱这个块，啊，你是 leader， 你是主管，啊，你要安那吼，啊，甲遮下骹手人吼，管理啊，讲伊会使上轨道，啊，也要心服口服，啊，所以这个管理方法是真重要的吼、哦，啊，这么多单我就是要管有关这个管理方法，啊，咱讲咱台湾民政府啊嘛是爱满足咱心理安全社会需求，我嘛要叫尊重对无？我这你好，我食清有安全啊，但是你无尊重我，我没有隶属感，我没有获得人家的认同，吼，啊，侬要甲我打击，安尼我嘛是要会甲你鞭打。啊，过来，这个自我实践大家知影无？你这个人生当中，你有想要希望你无完成物件要甲完成无？你敢会讲你拢在跟着那个媒体在跑？哦，伊这么流行啥？你有去带人看黄色小鸭？哦，伊这么流行什么 L 什么？什么 B 的包包什么？
哦，人去追求啥，你就去讲追求。你用媒体甲你牵咧走，你看媒体伊个新闻拢是安尼，好大肆报道。啊，你敢有另类思考？哦，太阳花啦吼，啊，伊个想法，啊，也是讲发生即嘛讲一些什么社会案件啦吼，什么迄、那个在那个捷运站发生重大的迄、那个杀人事件。啊，你有其他的想法不？你讲为啥会安尼？啊，有啥物好个方式？我搞多少讲一盘一盘好菜端上盘嘛？你要治理台湾，你要怎么做？诶，这样的道理啊，大家有一种概念跟了解不？唔是讲你敢要讲爱这个位啊？你但是你都啥拢无奉献，吼、哦、做代志，吼、哦、做官就直接做代志。哦，他啊有直接循环。我搞多少这种讲过啊？啊来讲，那学习有七个面向，就是咱会爱学遐改变。吼、哦，我讲这羊啊，甲迄个野狼的人，狼性吼，要哪讲？这羊啊吼，一生出来吼，羊啊有角对无？啊，野狼无角哦，野狼就爪子，还有它的锐利的牙齿嘛。啊，羊啊有角，但是羊啊会使保护家己袂？羊啊未生出来吼，你一目睭掰开，伊就空气嘛，有水通啉，空气通好吸，有野草，有草啊通好食，因的生活才富裕的吼，安尼算讲是富裕。但是野狼生出来吼，伊毋是讲我生出来我就会使食落肉，肉伫我面前我就会使食肉，毋是哦。伊是爱有一种诶，遮灵敏诶哦，啊，看讲啊，即个羊仔伫倒，啊是讲兔仔伫倒，吼，啊因啊想啥物法，啊个大家考起来，啊明仔有啥物策略吼，啊去甲迄羊仔吼，啊是讲兔仔是啥物件，啊甲伊掠着，因通好食哦，伊毋是一掰开伊拢物件食哦。这是代表啥？代表讲咱爱学习即个野狼。伊迄敏锐观察力，啊，甲伊冲，伊个迄个冲锋战阵，啊想要爱努力拍拼迄个目标，啊，咩啊甲得着，团结的迄个力量。啊，当然啦，迄做野狼嘛无好吼，拢要共食物件，咱毋是要学伊迄要共伤害，咱是要学伊迄个气息，吼，毋是讲咱即马点点啊，点样啊，惨啊厝的，安尼就台湾人会前途会出来吗？台湾的人的前途是要靠大家起来努力打拼，吼！啊是讲咱学遐改变，咱吼在咱生根蒂固无好的物件哦，紧想办法吼，把这个固执的无好的吼，紧甲摒除。那好的物件，咱学会了好的物件吸收入去，来改变咱较早唔是在中国教育甲咱洗脑去吐，紧吐出来。那好的物件紧植入，啊慢慢去影响其他人，好的物件影响别人。哦，这是我的想法啦。啊，过来讲，你爱学要讲盘烂，这管理一定要讲盘烂的嘛。你袂使讲哦，我著甲大家建立无好的关系啦。讲安怎吼，嘛，咱也忍起来。啊，这口气，咱想办法去甲透气吼。看你是要去一个运动吼，甲这口气甲透气。但是咱基本上，咱甲人甲人之间拢是要和睦相处，学甲人盘烂相处的艺术对无吼？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甲人相处嘛，有遮侪迄个技术的吼。譬如讲，你爱。价值中立啦吼，还有同情心、同理心呐、啊，这阿摆管理方面，这都需要怎样？啊，过来，你也要学晓分享物件，啊，袂使讲我会晓物件，我拢甲收来我的身躯，啊，我拢无分享给别人，我甲暗藏起来。哦，咱是要大家拢进步起来。啊，那我唔对，我讲无好，大家甲我讲吼，啊，我进步。啊，那讲我物件我学会晓的吼，啊，我分享给别个，大家嘛进步。咱大家民进是不大家共同进步的嘛？吼、哦、啊！学会要做代志，吼、哦、我拄出社会，我啥物拢袂晓啊！啊，我是一个药师，啊，莫那有可能我大学毕业我了，我都会晓共听药啊！我嘛爱去这个团体去学学习，啊，一直吸收，啊，愿意虚心接受，吼、哦、啊，家己做功课，然后土变你爷对无？啊，你学会要做代志，啊，帮助人，吼、哦、我有啥物专业，啊，我有啥物寸，有寸无寸拢会使帮忙啊！你个别人安扶起来，安嘛是一种帮忙，对无？学遐追求吸收知识，即台湾论，啊，佮其他迄个课外吼，大家拢会使去读书啦，管理也嘛会使去读啦，啊，形成咱个人的迄个价值观，啊，咱个人的能力佮才情，迄种是你家己学习累积的，吼、哦，学遐发展，我后摆要发展啥？啊，像我学游啊，我要发展啥？我有可能发展哦，药厂啊嘛需要迄个研究的人啊，对无？啊，我来开一个药局啊，迄嘛是啊。啊！你学迄学厂的那机械咩啊？从咱咪使来开一个什么公司对无？你学会晓发展，好、哦、啊！咱即卖想讲，咱学习了，咱要学呀，咱台湾民进度咩安那发展？我甲你讲的，甲都系迄个五大需求嘛吼。啊，咱去
就追求我们 自我实现，大家来吃民进府嘛是要自我实现，免得让台湾惊起来对不？让台湾跟那个欧美国家战的那个生活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哎，对啊，咱都爱拍拼，咱来合适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讲的重点就是安尼。你知影那个德雷莎修女，伊去一个根本一陌生的那个蛮荒的地方，啊，人为什么安尼他们去领导他们那边平民？啊，领导跟人要接受伊，佮爱戴伊，啊，伊佮家遐遐地理也好着，啊，人要佩服伊，所以基本组大家会使参考一下，吼、哦，买来看一下。啊，我佮管理就是讲，咱一个伫个即个。好，台湾民政府啊，这个团体内面啊，有啥物资源？那运用这个资源啊，去计划啥？去规划啥？啊，规划就是讲啊，咱资源啊分配也好，啊人员要安那来领导，啊这组织要安那运行，啊甲来控制。哦、啊，有情绪的人，咱要安那啊是讲伊的能力较无好，啊咱要安那来去安排，吼、哦，啊达成咱要爱迄个目标啦。啊，这是我的迄、那个外心的感想啦。你知识予人家你文明，所以咱吸收知识，还是咧基本的。咱是一个文明的人，咱不断累积咱的知识，予咱家你文明。啊，你管理有管理的工具啦，吼。吼，譬如讲，我要管这个物件，我心理支持是啥物？啊，管理佫有分做讲吼，哎，你若讲这个管理方式唔对，我是要来改进，吼。有 PDCA， 啊，这阿伯这拢会讲，啊，讲你育婴室的。哈、哦，你有讲发生什么？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？啊，咱来有一个管理的方法，啊，把迄个扭转起来，啊，变成讲这个有可能的问题都袂产生吼。这有管理的工具，这阿波吼，第一大伯就有一挂课程，大家会使去迄个 YouTube 吼，啊，去点吼，去订阅迄个台湾民政府台北州有一挂课程，大家会使去，主要是管理会使点来看吼。啊，哥，你来运用这个心理的这个。有一个技巧嘛，你的管理要有技巧，啊，就要洞察人心，啊，知影伊咧想啥，迄个心理方面，你嘛大概嘛爱知影，吼，啊，你不断的训练，吼，啊，你就累积你的实力，你有创造发明，诶，迄个愈来愈强的迄个能力出来。啊，个咱虽然无经验，无即种的经验，但是咱有进步的空间，咱个愈来愈进步。哦，你看咱呢，你的三工两暝来遮训练，请问你讲，你敢咪讲一张白纸，你训练了后，你啥拢无？你来遮训练，啊，遐侪讲出来讲，你敢会讲啥物拢无？你一定有物件伫个，迄物件就是予你进步，予你有一个马上，予你有一个嘿新的物件，啊，你去运作，啊，累积，你就开始，你就对你的累积你的迄个学习，啊，你经验，吼，慢慢来，哦，我先做细的，啊，做来大的，啊，要安怎做？我有时讲讲吼，虽然讲敢那个咧放假，因为咱正经无经验，但是咱去吸收别人的经验吼，啊。来累积自己的实力，嘛是一种经验，吼。或者我就是我医疗团队内面嘛，是管资源的管理啦。啊，主要是讲分做这个三个岗嘛，吼。吼，这个三个岗内面有重点，吼，这个表现啊，这个爱吸收知识，吼啊，安尼爱有啥物态度，啊，个咱爱 skill 就是爱有迄个能力啊技巧，吼啊，过来这个耳孔也是讲，咱把这个技巧啊靠做伙。吼，啊，要来运作，吼，领导啊，甲沟通啊，互动啊，甲你两毛米特意思，讲即个监测，伊讲吼，啊，你感觉讲你管理方面内面有订单，啊，你要安怎甲迄个总共，好啊，甲控制也好，调整也好，好啊，即个安尼，敢那一个百万，吼，啊，敢一个百万，咱甲捏起来，迄就是咱个力量出来，吼。啊，咱即嘛是我伫台北州有课程，啊，即嘛是讲啊要第三步骤，吼，啊，咱那个台生，咱即甲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嘛来解说一下，这个团队当中吼，有一个领导者，啊也有辅助者 ，push 的人，那也有破坏者，啊大家先来了解一个影片当中去了解吼，好啊，你也要接这个课了解，先了解你人员内面有啥物款的人啊，好啊，无合作的人，咱要安那来处理。你看嘛。你有一个工课要完成，譬如讲，伊这个吼拖车内边有物件，伊要拖去拖，这个伊背负他的责任在嘛？企划或者他背负里面的重大的资源啊，要安那分配？啊，就是这个领导人就当阿在盯，吼，譬如咱秘书长在盯，咱台湾民政府嘛在盯。哦，我要把台湾民政府带领到哪里？那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旁边一个有效率一个辅助者，是不是？对不？好、
咱希望这种人较侪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也知影，有一个组织嘛，迫害者嘞，啊嘛有在拍拉凉的，他妈也安尼，看诶米粉烧阿伯在拍拉凉的，吼、哦！伊看到伊在拍拼，但是伊感觉讲啊，我等着收获就好了，我不用付出，我不用努力。啊，但是伊啊，虽然说伊无在拍拼，但是至少伊毋是迫害文主啦吼。啊，你这就是开始在想要甲你迫害啊嘛。但是伊个吼，伊个迄酝酿个迄个破坏程度，吼，迄是比较看不到。啊，但是这 QR 卡大家都看一下，啊，就直接判读嘛。哦，咱民政府嘛是有出现一挂判读，咧去年个425，吼，明明叫伊爱去做啥，伊就根本去共宣布独立啦，伫人个土地讲要宣布独立啦。啊，根本就无遵照咱领导人啊甲美国，吼，啊因个迄个需求，家己。政治要宣布独立，这个就是一堆叛徒嘛？你看，制造一些纷争嘛，对不？你内部不团结，对不？好、哦，啊，你去看人现在努力打拼，对不？你看，大家安尼目标一致，咱是不是爱跟人同款，对不？啊，咱这个领导人就要出来讲话了啦。我那是讲，我咧打拼，你怎么还在搞 UO 卡？所以，咱除了爱有这个。就是分辨的能力，你在一个机关呐、啊，当 leader 要分辨能力，哪一些破坏者，啊，哪一些努力的人，啊，哪一些需要再修正的人，啊，让弄来怎样？好，本来挣扎，现在变不挣扎了，哈。好，这就是咱民进党爱行的路，对不？大家来拍拼，好不？好，阿你阿一个亏，你嘛是爱安尼走，哈，你领导人，你也是要这样的方式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发挥大概拢有潜能，拢会使发挥，啊，自我实现都能够实现嘛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接这个切得掉吼。我讲你那边吼，有一个绩效的管理，你都爱有一个细的步骤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一的步骤就是讲吼，啊，设定这个绩效的目标。我今晚要做啥目标？设定好。啊，甲你的迄个下骹手人要建立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共识。好，共识。我跟你沟通，你安尼做好，我答应你，好形成共识了，对吧？哈，共识之后就是按这个共识一定要有绩效出来，有伊好过出来嘛？啊，好过出来，啊，为啥无出来？啊，是毋是爱咱过来继续搁甲员工沟通，继续甲员工沟通，搁改善讲啊，咱来要 modify 一下，吼，咱看你出问题吼，啊，要安那来改善啦，吼，啊，提供我改善是第一个方法是啥？吼。第二个方法是啥？啊，这就是绩效迄、那个改善、甲沟通吼。啊，若讲哦，我已经跟你绩效改善，慢慢沟通啊。啊，为虾米？我都爱来考核啊。啊，甲等、乙等啊、丙等，拢是爱有人对无？啊，我咪安那考核？我伫我咧沟通迄阵，啊你做较多，我就甲你记录起来。你有照我安尼做无？这嘛是一个绩效考核依据啦，吼。啊，甲你看你有讲啊，我，哎、欸、我。哎、欸，我讲啊，主任啊，我明明个即个企划完，我都明明做好啊，啊，为啥你阁予我乙等呢？吼，啊，你有做好无？唔对，但是你做的是唔对的方向，唔是我要爱，啊嘛无效率的，啊，即我拢记录证明哦，所以我甲你拍乙等是安尼，啊，你甲心服口服啊，干咪讲啊，我努力，你有人是甲等，有乙等，阁有人优等，那当然就咧乱，而且团体就是变嘛是赶快，就变无。没有一致性嘛，那变会乱啦，哼、嗯！你就是要证明证据，讲啊，你是为虾米？你做无遐好着，啊，改善嘛无预期的迄个表现。啊，那你要表现，你就是爱甲等嘛、奖惩嘛、啊个训练嘛，这就是第四个步骤。啊，这个四个步骤我请大家记起来，哈、哦，这是在那个《经理人周刊》啊，我把它引用过来啊，我有在台北州讲，哈、哦。啊，我用趣味的方式，因为这种的吼，我也不是专业，但是我去念很多东西，啊，我有心得啊，跟大家分享，吼、哦，啊，虽然这讲无遐了解，但是我伫讲课时阵，我拢用影片啊，甲趣味的方法，大家去感受了解，啊，大家先去台北州点来看吼，迄、哦那个 YouTube 点来看。咱过来讲吼，咱也是讲要领导，要安怎领导教导，就是吼，咱互相鼓励，互相进步，啊，绝对唔是讲我用迄个较早古早。迄种命令，啊！你做无好，我就叫你辞职，唔是安尼，是要解决问题。你为这个政
会来失相，毋是个人咧气个人，啊你做无好，我就叫你走安尼啦，毋是安尼吼，咱是要互相的迄、那个你进步我进步，我教的人嘛无一定对哦，我甲多少是讲下下关条约来想去别个对无？啊讲一个口误啊，我就紧改起来。就是讲，我唔是讲百分之百，我是甲大家盘乱了后，我都有缺点，我来进步，因为大家给我进步的力量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嘛希望讲我有新的物件，哦，大家进步。我是感觉咱民政府就是爱安尼有这种教导式的这种管理方法，吼、哦，安尼该进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一层是较早是专职，啊，即马愈来变高都是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甲我的迄个资料库分享给大家去读啊了解。吼、哦，啊，就对组织就有迄个奉献。啊，那你啊，你个人学习，然后你个人尔。啊，较早专职就是叫你硬要做，你安尼做。啊，这种大家拢不爱选的呀，拢嘛爱这种教导型的，对不？互人尊重，啊，这个团体互我进步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嘛，你学习，好不？你譬如讲，你学习，啊，我来教恁，好、哦，我的经验，啊，甲我的迄、那个我读的一些心得，吼、哦。哎，大家咱互相安尼吸引你，我的想法伫倒。哎，你有兴趣登去找答案安尼，吼，安尼即个循环就是良性循环，大家拢进步起来。吼、哦、啊，我甲多少讲有三件宝剑嘛，就是咱即马迄个小米剑，你即马登去读个迄个新台湾论吼，啊，个你的专业，吼、哦，专业的意思是讲我为头壳尾好好研究，迄个是你的专业，吼、哦，唔是讲我甲讲我即马学汽车，吼、哦、修理汽车，我就敢修理汽车。你为头壳尾，你要学的物件，好好个学，迄就是你的专业啦。无一定讲你即马学，较早学校咧学的，迄就是算讲你的专业，迄是基因尔。你阁有足侪物件会使学习吼。啊，当然啦，我刚才讲的即个管理的方式嘛，就是大家一定爱一个概念，绝对袂看到钱就把手举起来，袂使呢吼。咱目睭看到钱，就是要甲即钱的法案要安怎创出来，好，搁甲即个钱，搁甲侪台湾人去享受着，较好的政策出来。唔是讲我看到钱，我就要看我的地啊！我因那中国人就是拢安尼，所以他们腐败的根已经烂掉了。他们要怎么把它整个清除哦？哦，那个是很大的工程啊！啊，咱台湾就好清除的啊！那些流氓中华民国政府，请因登去平潭跟金门马祖，咱台湾人好好来个建设咱台湾，吼、哦！吼、哦，我再讲过吼、哦，三句剑。啊，今晚要讲到咱的话题啦，我过来讲这个故事啦。这個、故事也表示讲。大家爱重视家己的健康啦，就是讲吼，一个少年人，一个少年的啦，吼，啊，伊拢无咧注重身体啦，啊，上帝吼，给伊三张被，伊拢无咧注文啦，啊，就不行，伊就走来上帝面前啦。讲上帝，为什么我刚三四十岁的呢，都把我叫来你的身边孤边的啦？我有寄被给你呢，寄什么被啊？你会记得你较早？你讲你脚头骨无好，心脏无好，我安尼寄一张被，你有感受无？啊哦，安尼哦，这叫做被哦，哦我知。啊，第二张被你倒咧裤脚，人甲你救起来去病院急救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啊这第三张被哦，哦，啊你阁有一届开刀无？啊走来甲我洗哈喽无？好，我阁放你回去啊。第三张被啊，请问在座的上帝哦，你几张被？你有注文着无？我说我的意思是啥，你知无？我请你保重身体，吼、哦！你有一个迄个危险的讯息，甲你提醒吼、哦，请拜托你，你去甲身体创啊吼！因为咱要接近款身体健康嘛，最重要的哦吼、哦。但是身体健康唔是讲我一天弯摩托摩就好啊，啊我要靠别人哦。你是要靠你家己去运动，啊去了解你的生活，吼、哦、有啥物缺点吼，啊咱来改善啦，吼、哦！啊上帝啊！可怜这个少年人讲好啦，无你提出你提出安尼出来啦。少年人讲，我都年无一千万，你要叫我一千万哩？我讲唔是一千万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无一百万啦，我唔是要你一百万啦，我要你一块啦。一块才烧会有哦。啊，你念会出来未？请问你口袋有一块哦上帝无？有哦？敢有？你搞我骗！死的人哪有钱？一口就连杀都杀不出来，对不？一口不对，起码有一口啊，对不？死的人我跟你讲啦，死的心不带啦，生命啊再造，对不？一口连不出来，爱就讲啊兄弟，可怜我是孤囝，我爸爸妈妈吼啊无甲友好着啦，安尼我就来报道，我感觉真后悔。我是希望大家莫后悔，好不好？咱在善心的时阵吼，咱有啥物
理想，还是讲咱有啥物要自我实现物件，咱无遗憾，啊，甲发挥出来，吼。啊，咱当然嘛，友好父母人，坦白讲吼，哎，重点就是食吼。啊，要了解大家用药的迄个安全吼，我为电影当中吼，哦，即、這个会使跳过去，就是讲咱日出美站，我就用讲预防，啊，甲迄个治疗，啊，甲治疗了后，你的健康较好，即用即种。迄、那个论述，啊，讲给大家听，大家清楚哦。原来唔是讲甲治疗咯，即预防嘛，即重要哦，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治疗了后，佫重要是佫佫继续爱复健，还是讲爱保爱照顾哦，吼。啊，即因为咱传统吼，拢是伫病院看，你也看啊。迄、那个医疗的产业，拢是即治疗方面的。希望咱伫迄个预防方面佫加强。若讲咱治疗无好，即方面吼长期照顾。啊，是护理之家，啊，是讲啥物坐月子中心，啊，是等等。我治疗无好了，我这人这口人要安怎？这方面再嘛爱加强，唔是讲我是治疗，这个资源伊去囥啊，正嘛唔是对的吼。咱嘛是爱发展在恁这两边吼，吼啊，这个产业所有只你看得到的产业，拢甲药啊拢有关系。啊，我要为电影当中来了解药啊迄个环境当中，吼，有一个概念。哦，譬如讲，咱是有时我们知影药啊，啊，我们知影药啊了吼，我们可不可以坚持哦？我们的操守啦，吼，因为我们的药啊嘛，嘛有分一种关节药啊嘛，啊，有人够会使，因咧美国够会使家己够制作调剂的药嘛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少年人来讲啦吼，可能压力较大，啊，因某甲因丈人看伊袂起，啊，就是讲啊。啊，佫叫外面的迄个情妇诱惑，伊就家己制作无好的药啊，吼，制作无药无好啊，这是唔对的。但是我讲嘛，咱贞操在哪里？吼，譬如讲，咱买接近款，啊，咱的贞操在哪里？一个位置都有它的贞操，咱敢袂学会使学袂摕药啊来制作？这是无合法的。结果都有我这被情妇诱惑嘛，啊，这有人迄稽查人员就来，伊也有叫来稽查。啊，伊就爱讲白菜，你知影中国人拢爱讲白菜无？啊，咱学了也用白菜，圆谎嘛。你卖做，你无做，你都无代志啊。啊，你做了后，就不断的在圆谎啦。吼，你只一个一个被掀开，就很多的内幕在里面嘛。像潘朵拉的盒子的是安尼，内面拢搁吵搁酸，啊，你掀起来拢哇，芒糖啥物拢造出来，那个真相都出来。你袂安那找回自己。就是你要开始去做，做什么？你赶快，你干嘛？做不对要回头啊！回头是干什么事？好，你来想讲，咱台湾是不是也要回头？把我们台湾，对不？不能做，继续叫那中华民国给咱台湾吞打，这意思讲，全民要共识啦。啊，第你做的迄个位嘛是赶快，你要把自己找回来。伊本来是因咧丢人房吼，叫伊讲用因丢人房迄药局给伊啦，因丢人房要甲控制，伊要爱伊家己的名，叫做凡尼药局。伊丢人房讲你袂使，你要继续用我的名，伊就叫阿伯嘛，阿伯伊家讲阿伯出来，家去制作无好的药啊出来，吼禁药出来。那这段我阁会讲，所以咱台湾，咱是敢讲咱叫中华民国阿伯，咱要拥有咱台湾的特色，咱是咪安尼找回自己？关键的是咱去做，就是对的。大家是不是拢在做啊？对不？好，这就是这个必要，让大家知影吼。啊，我搁要大家知影这个人是啥无？伊演戏的，伊也要去杭州迄个《远山含笑》迄个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啦，吼，这老的电影啦。伊要去杭州读书嘛，伊跟爸爸妈妈讲外省，伊迄阵查某囡仔是袂使去读书的啦。伊讲哎呦，去扮郎中嘛，相信爸爸妈妈袂认得着伊啦，伊就使光明正大去，对不？爱讲即个十个药啊啦吼，啊，我来讲药物方面的吼，阮药剂师要讲的，我即摆讲的内容，嘛有十项啦。我绝对唔是甲大家讲妄加，我特别要甲大家讲，哎，这药啊用的迄内幕伫倒，啊，伊专业伫倒，啊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啥？吼，啊，若着了身边哦，伊这上边伊身边都啊心药啦，伊啊心药是啥？除了咱现实大家知影迄药啊方面，就是讲。咱最近在咱生活当中，咱的药方子就是你小米食，吼，这个大家拢讲过，吼，咱你去病院啊，来去看病，
好，为诊间啊来给你看你的病历啊，诊间直传啊，阮有事看到药袋啊，啊，给您调剂，调剂啊，看你需要有啊方面的问题，啊，就来问阮，啊，这个安尼就叫做完成。但是这个经过这个当中，你敢知啊？这药物对你的迄个需要知的内容是啥无？我先甲大家讲吼，第一，你当然要甲医生咧诊间咧甲你看病，你当然要讲我详细，吼啊详细了吼，啊这药啊吼，你对你药啊，譬如讲你有啥物过敏，就当我也过会讲，你嘛要甲医生讲我清楚你的药历史，你拢爱讲。啊，那你第药局摕到药袋啊，你药袋啊当然要看清楚，先看迄是毋是你的名，啊这药啊吼内面有迄、那個、有刻痕啊有。伊生做啥物款嘛？色彩对无？啊，有刻痕无？啊，讲有数字无？伊食拢会，这药袋啊嘛拢会注明清楚。你落去，爱阁去 check 看一下。讲毋是恁药师的责任。恁药师本来就是爱做对的药啊，互阮啊。这本来就是爱做对的予你。但是吼，咱来讲，咱毋是神仙下凡。恁药师也是讲医生、啥人都一个阶层，咱毋是百分之百。咱即卖是要讲吼。维护你的安全，那药啊摕回去，咱嘛是爱监督咱的药啊。药师啊，甲医生开的，我这药啊对无？你嘛有责任无？你咪讲全部拢交我讲哦，我信任伊。你当然嘛爱信任，但是我希望你阁爱了解药物方面的知识。为食药第一开始，你就知影了。这药啊有适合我，我就甲记起来；无适合我，我去甲医生讲，这药啊无适合我。这知识的交换，吼，得安尼咱甲医生来教。有事啊，甲护士、知识交换了，这套你就了解啊。啊，人也要甲你好讲，这药安怎安怎，你就讲哦，这药我安怎，你就再甲伊讲。你就别讲啊，我完全叫迄个蒙蔽，哦，完全叫用拖咧走。这药的学问嘛，这大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药袋啊，登记一定要看清楚吼、哦。我总共有十六项。啊，过来，你唔是咧病院看病，你是咧药局买药啊？啊，你嘛是要看伊制造日期哦，你要。买药啊，药啊名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伊个有效日期啊，甲伊个副作用无？啊，佮有时你看迄个许可字号吼、哦，啊，这拢爱当场甲，嘿，药师问互清楚，啊，有问题当场爱问伊吼、哦。啊，佮，嘿，对啊，这药啊到底对我有作用无？有效无？啊，这有吸收甲分泌代谢甲排泄，你这嘛是去问药师吼。你讲啊，这对肝啊，这代谢安怎？哦，这拢会使问，啊，讲你个剂型对无吼？我即马搁要讲，有个人吼，啊，都唔知买唔着药啊，啊，人爱塌卡床诶，都摕去食，啊，嘛讲啊，我要抹空嘴，摕去滴目睭，啊，差点仔青眉，所以这拢爱遮清楚诶吼，因为药啊有遮侪迄个剂型，啊，甲伊个用途吼，有吸诶，啊有点诶，啊有抹诶，吼，啊这拢爱遮清楚诶啦吼，剂型，吼，啊过来。啊！你药啊，明明就讲，这有效时间呀，为甚奈拢迄软膏那变黄去呀？嘿啊，为甚物我迄个药啊，奈拢变淡去啊、粉去啊、粉化嘛？啊，为甚奇怪，够有生菇呢？所以虽然讲咧有效时间，但是你嘛要注意，因为你拍开了吼，你个空气走入来，吼，你药啊里就开始变化，迄化学变化啊，所以每一关每一关伊有效率易降低啦。啊，所以你嘛爱去看你厝下放的药啊，有过期一定袂使啊。但是无过期，你嘛爱甲看哦，吼，是毋是讲有迄个其他已经歹去啊？吼，这嘛爱甲细扫。啊，请问个细扫要放啊倒吼？等我甲你大家讲一下吼。细扫要放啊倒，就是讲伫病院吼，因有迄药物的迄个收集，迄废弃物的收集的窗口吼，迄药局一定是有的。啊，你要等咧药局的。啊，阮若捡起来是安怎捡起来？统一甲伊迄个。给伊迄个，莫讲污染啦。吼，你等下迄个马桶也是外口迄粪扫，你安尼甲集中了，阮统一甲销毁，吼。伊特别的问，特别甲伊销毁，一定会停除啦，吼。安那停除，吼。你若讲，你有液体的，要甲你统一放的；啊，你有尖头的，哎，统一放啊一个，吼。啊甲迄个，啊个迄个专有的迄个检修的迄个。吼、哦，阿妈，第一啊，甲迄个玻璃罐啊，安尼甲分类了后，啊，统一啊，有人来收，啊，安那收，吼、哦，啊嘛分做遮侪方式来收，吼、哦，啊安那处理，
啊，我嘛爱教，甲恁教导讲啊，这药啊，吼，安那使用使用歹滴，啊要安那安那个，甲囥啊多，这拢有甲恁一连串迄个讲师呀，这嘛是爱讲互大家听，啊我即马讲互大家嘛是这种讲师吼。啊，咱讲为电脑即个即部分来讲啦，要命关系是讲，一个药啊有副作用，即个医生知影即个药啊有副作用，伊就叫伊去抬一个人。动作即个药啊副作用，啊，但是迄个药啊副作用，伊拢知，伊要利用即个人，动作伊食了即个药啊，伊误杀，结果伊是要故意要杀伊，啊，讲伊有食这药啊引起的，所以即个电影当中的意思是讲，你用药啊去控制一个人，啊去犯罪，吼，我来讲，这药啊本身伊有禁忌，吼，啊有迄心脏病，啊是肝脏病，啊是讲腰椎病等等。啊，这对伊的影响安怎？这药啊，爱清楚吼、哦，你爱食这药啊，知影讲伊副作用是啥？啊，是你当日有心，啊是讲饮酒，啊是开车，啊这嘛爱注意吼、哦，这药啊对你的影响。啊，对象来讲，啊这老人囡啊，是咪剂量，是咪爱调节？啊，这妇人人，哎，有一个药啊，三个月，等有心前三个月当食有危险的。啊，我这个药啊分类有 A、B、C、D、X， 啊都几类也在食 A 甲 B， 哈、哦，目前是会使哈。哦啊，那死的意思是讲吼，迄动物实验吼，研究吼有对胎儿有影响，但是伫咧有新的富人人类来讲吼，欠缺迄个证据。啊，即、這个变成讲你着爱家己去衡量讲啊，你要爱即个药啊无？还是讲多者治疗较重要，是要爱囡仔较重要？啊，你去判断用即个药有适合无？吼啊，要片面前三个月尽量卖食，啊，即着是爱调。啊，低的一低吼，就是讲这药啊已经袂当在富人人食吼，你拢有影响。啊，那 X 级的意思是讲禁忌。哦，你若建议要食吼，你变畸胎哦，就是囡仔变形哦吼。啊，这你基本上爱知影。吼，啊你我食下 A、B、C 遐侪药啊，要安怎？伊有分啦，吼，分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、第五级。啊，重要重迄严重性是啥？吼，啊那外国人是讲，譬如讲这个药啊是迄、那个。胃排空的药啊，啊嘛会使止吐的。啊，伊甲因是要 A、B、C 啊、D 啊、X 啊。譬如讲，伊甲这个阿司匹林或者是普拿疼，好，啊个掺落食安怎？米吉算讲还好。啊，你来看，啊来看精神病 X 级哦，好了，袂使，这两项了袂使掺落食。掺落食有可能哦，对咱人体产生迄个毒的哦，迄个状况吼。啊，所以你着爱注意。啊，但是我摕转来药啊，就这侪类的要安怎呢？你就去找药师帮你查，吼、哦！你想讲迄慢性病人吼，还是讲迄个卧病病人吼，一概拢十四项、十五项哦，个人二十几项要安怎？我可能我都食无好，都变成讲这副作用，我愈食愈白，身体愈白。啊，所以说安要安怎？你找药师帮你分析，吼、哦！你每甲医生讲话时阵，爱甲医生讲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阁无了解，你就爱去问药师吼。哦啊，咱用这种系统来查啦，查讲吼，迄中药甲西药吼，啊，一些交互作用是安怎？啊，这麦克面的是意思讲吼，伫咧迄个全世界迄个欧美上大迄个药物方面的迄个资料库吼，啊，你就甲讲第二，这药啊，甲我写落去 ，enter 入去，啊，几个药啊，你写几个药啊，切落去，啊，就伊甲你讲出来。这我拢会使帮你查，啊，咱台湾有这些系统，吼。即卖是讲卫生部，伊开始是行政院卫生署吼，即卖是查，咪叫药师甲你查。啊，咱上好是药啊，拢用水来啉，卖用果汁，尤其是迄葡萄柚汁吼，啊，甲酸的迄个饮料拢买，慢慢配下来啉啦，爱配茶吼。哦，尤其即个葡萄柚吼，甲侪降压药吼，啊，拢会抗败，拢有影响啦，造成迄个血压会变悬，还是讲有毒性吼，吼。啊，茶吼，茶意思是讲茶叶迄个茶吼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是讲配水，即个茶就是白开水啦，开水意思，吼、哦、啊，上好是莫加迄个铁剂一起吃吼、哦。啊，咱过来讲吼、哦，我甲大讲副作用啦，啊，你爱记掉，讲你副作用吼，啊记掉啊，下一次去看病时，甲医生讲啊，我对阿司匹林、普拿疼抓准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有迄副作用，你大家记起来，啊，就片面即个药啊，啊，若最近有人变成讲。无好的这个反应吼，你都爱去通报，爱了解吼，啊，这个医生了解讲这药啊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吼，吼，你知影有一种药啊吼，
会产生一种全身躯皮肤拢会痒爱痒的。我史蒂芬·江森·迪利斯，就是新总啦，不是迪利斯哦，全身躯拢会痒吼。迄、哦那个有的迄个油啊，吼、哦，譬如有的抗癫痫有一挂油啊，嘛会使做袂做成安尼，哈、哦。那做成安尼吼，变成要害救济，然后大剂的。你讲有啊，有大剂的，比如讲你也在申请这个要害救济，啊，这个手上有迄技能，因为你生产物件造成别人迄、那个内脏吼，或是身体方面的迄个毒害，你都爱护戒灵啦，吼啊，这拢是要害救济，你买去你爱去申请，爱去申请吼，哦啊，发生是因为这有啊受三星的，哦啊，这让大家有一个概念，啊，过来伊的意思讲吼。这个婆罗帕，伊甲这个查某囡仔感情，因为伊有帕金森氏症啊，手会一直比错比错。啊，伊甲伊之间的感情，吼、哦，一个故事。啊，主要伊吼、哦、是一卖药的人，吼、哦，伊卖是迄个男性壮阳迄个威尔刚嘛。啊，伊因为要甲这个医生博好关系，伊就送伊几个迄个样品。啊，当中有利益的迄个勾搭无？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这个部迄、那个电影的意义存在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共同，即个讲药厂也是讲病院啊，啊，因为是迄个互利共生嘛，是不是会造成迄个药价黑洞哦？啊，什么叫药价黑洞？咱讲将健保支，也迄个健保药物支出吼、哦，叫25%。啊，你若讲什么药价黑洞，就是讲，吼、哦，你赚迄个差价，有的是讲啊，手上赚去，啊，我觉得一个人赚一半。好、哦，这药价黑洞，啊！你来看恁，你看哦，你这愈来愈管，你看医学中心啊、区域中心、地区诊所，哇，那愈来愈管哦。好、哦，啊！你台湾的健保的药差是15%哦。啊，日本甲英准你26%，因为总是爱有人赚呐、啊。但是你袂使讲规划拢放弃，造成迄个健保资源，因为药价黑洞啊，怎了去对不？啊，健保讲要倒要倒哟。啊，过来，2011年十月哦，嘛是讲因为药价调整，甲合价收价做啊，手上怎无通好利润，伊讲要退出啦，啊退出就惊着嘛，第2013年讲药费，迄、那个支出的迄个目标制度，啊你我甲你设定一个坎站嘛，啊你超过这个坎站，我都无要互你用，吼，啊咱来检讨一下，啊你无要互我用，你用这你会断的第二个。啊，是毋是造成我阁不断阁倒来看病，不断倒来看病，啊，阁影响咱个迄个药物的迄个药医药方面和资源，毋是共款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啊，变成讲吼，因咧那医改会讲，我们回归知识作价嘛，伊正经是需要安尼诶迄个价，吼，迄、那个伊个计数，咱就予伊支付，啊，正经哦无需要。哈林遐也价值，你都免落伊迄个药价，就还从阿遐管着，知识作价也价值，啊来判断需要的人嘛是爱给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那嘛袂使有迄个政治力介入啦，还有伦理教育，吼、哦、啊你啊即个药品通流通的制度较广泛哦，你就不会被一些人掌握住吼、哦，啊你那些销售员是袂使去拜会医生的啦吼。哦一个人刚刚讲去甲迄个药剂科，还是讲伊财务科说哈罗尔吼，袂使有挂钩嘛。啊，这是讲药物滥用啦吼，还是讲迄个一个药啊是禁药，啊你摕来用吼，啊嘛有人用伪药，吼，还做个跟真个同款，啊继续伊是假物，吼，譬如讲像威尔刚啦，啊个叫有名的保酸通啦，吼，威尔刚是啥？吼，啊这是诺马斯克是较有名的迄个抗迄个。降压药吼，啊，过来禁药啊，啊嘛，吼，迄药剂洗身洗到白去，拢是迄个中药材内面有加一个迄个马兜铃，内面有迄个马兜铃酸吼，有迄个肾脏病变的物件吼，吼，啊，过来工业用的一款堆物件吼，氯霉素嘛摕来用，吼，啊，看会说杀迄个物件的菌吼，啊，咱食去都累积在咱的身躯上的吼，啊，就产生即个骨髓有毒性。吼、哦，啊，再生性不良贫血，嗯，这种是拢讲禁药啊，工业用的摕来用，安尼是唔对的。啊，讲这个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吼，啊，因为伊得了癌症，啊，佮伊有一个迄、那个有三种的迄个囝嘛，啊，佮要生第二个囝，
家庭的迄个经济煞变无钱去啦，爱就去制毒啦。啊，但这制毒主要是安非他命个冰毒嘛，冰毒就是慢性安非他命，慢性安非他命有迄个 D 醛加 L 醛两个啊，主要是一个 D 那个慢性安非他命，伊本来是用来做治疗迄个注意力不集中加迄个过动症，哎、啊，就变讲用利用做毒品。哦，大家拢爱冰毒就是这吼、個。啊，伊这是药啊分类当中的中枢迄个神经内面的兴奋剂吼。哦，你哦，感觉迄个你的中枢神经就兴奋起来了啦。啊，目睭都金起来，啊，让人很欢愉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第二级的毒，吼、哦，第一级、第二毒，你要制毒的话是要判死刑的哦，因为中华民国啦。吼、哦、啊，这是你啊用药啊，用对，伊就是一种药啊。啊，你用唔对，伊就是一种毒吼、哦。这样你啊那个滥用，伊就是毒。吼、哦、啊，像这那些打针胖之类，就是镇静安眠的药啦。啊，有人来提来，蛮咧，怎么样讲迷讲迄个做迄个讲迷幻的嘛？吼、哦，他、啊、这嘛是一个迄、那个做犯罪一个工具嘛，这嘛是有。啊，这嘛是，这个 FN2 是，迄、那个大家知影 FSN2 嘛是为啥来吼？一个滥用，给你掺啊你的迄个饮料内面，吼啊，甲查某囡仔做迄个无礼貌的作用吼，这就是犯罪啦，吼。啊，像培西定就是可以止痛啊，啊，有的可丁因可以镇咳，吼。啊，这红中吧、青发什么，迄拢是毒的药物滥用，啊，佮有做一个敢只水的。哦，啊，这俩阵啊，一级哦，判死刑。啊，我、哦、大概看一下。啊，咱若要解毒哦，你知影咱台湾嘛是第迄个16、17世纪哦嘛是戒毒啦。啊，第日本统领咱台湾讲啊，这爱戒，但是伊对日本本土是禁止的，完全绝对禁止。但是迄阵人台湾人戒毒去戒到骨头内面去啊。哦，生根呢，伊就渐进，慢慢互你讲。但是呢，咱一寡迄个台湾人讲，你袂使讲为了你搁要继续卖这个毒，吼，啊有够一个卖毒的来源，你爱直接对迄个毒的来宾，这药、個、啊吼，看有防范，卖有食毒，伊搁会使卖有这种因为食毒的迄个戒断现象遐痛苦着，吼。啊，所以后来这后藤新平伊的监禁政策还是成功的吼，配合这个杜聪明先生也有改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拢检讨，你想要制度，啊你的效果啥？请你想好吼、哦。啊，哥，这就是讲哦，伊那是禁药，啊，但是伊又得了艾滋病，爱三十天以内会死啦，三十天以内会死，伊就走去迄个莫斯科的边境哦，吼、哦，啊叫做。达拉斯吼，啊，甲伊同款的人围靠起来来去治疗遐迄群人吼。啊，即马我要讲的是讲，先来讲这吼、個，你药物研发有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、第四阶段是讲你药物上市了，对人体有破坏性嘛，是爱下降。吼，啊，讲咱台湾安心公司嘛，创作遮侪买迄种新的药啊开发出来啊，所以咱台湾人袂讲比其他国家较无好。啊，过来讲个这個。你知影新药啊出来，为美国还是欧洲出来，都要等差不多即久才咱台湾才用到这个药啊。我想等个七八年哦、喔。啊，但是咱即马是伫小美讲对不？美国跟日本，他们制药都是很一等一的。吼、喔，美国较好诶，迄个技术吼、喔，咱即马是会占领，所以有责任提供出来，为了咱台湾人伊个身体健康的安全，是毋是？迄、那个李登辉先生哦、喔，甲迄、那个。日本人讲啊，咱台湾人足侪人得了癌症啦。讲拜托吼，迄、那個、日本啊，开放你的迄个种子捕获，迄、那個、种子捕获迄个技术吼，啊，甲咱台湾人教，啊，咱标的吼，甲迄个癌细胞吼，甲抓着，伊个膨嘛，种子捕获嘞，甲迄个因迄个讲癌细胞内面有一个膨，啊，标记起来，标记迄个癌细胞伫倒，来甲抓起来。啊，是毋是癌细胞甲抓起来了吼？啊，其他就要去破坏咱家正常的迄个细胞。啊，拜托日本人吼，教咱台湾人，伊讲保证绝对迄个技术吼，
袂去互中国去剽窃着啦。吼，啊，咱即马咱是伫小米站，咱属于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咱就是有即种需求，咱就要求日本人应该爱安尼做。吼，啊，吼，啊，即马是讲到讲吼，伫小米站，咱会使为日本、台湾啊、甲美国三方面努力拍拼来得着，咱需要的医学方面诶迄种的健康，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你做医生还是做护理人员，啊，变成你就是爱在这体制正常之下，啊，卖讲去权力斗争，吼，啊，是讲某迄个伦理方面爱去照顾着，吼，要转诊、啊误诊、器官捐赠、啊个安乐死、代理孕母，这些东西要有一个尊重、自主原则，啊，无伤害完整，啊，这利益平衡。哎，这个环节啊，公平正义的环节，好、哦、啊！再我讲个人性化，让台湾民众爱提出人性化生活的需求、生存的治理、甲生命的享有，好、哦、啊！再地下电台要叫你去买吼，你就甲当场拒绝就好啊！好、哦、啊！甲讲一个理由，讲我要来离开家，啊！你卖去甲伊搞这种人死甲，就是卖甲伊做伙甲这种人咯，就是切割清楚啦吼、哦！啊，无来内面的迄、那个不明人士还是来路不明的药物，都不要去理会它。啊，因为即卖时间的关系已经超过啊，啊，即袂当放给大家看。啊，大家使去网络吼，啊，我前几期啊点来看。好啊，我今仔日讲到遮，啊，占大家两分钟拍摄，讲到遮，多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二十分钟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息二十分钟，谢谢。然后请中午有拍识别证的同心到这里来领，谢谢。